开台啦，9点半又要睇达哥，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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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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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over，over， 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老友？应该 OK 系嘛？点解好似仲未睇到 ？OK 啊 ，OK 咁就得啦。有喷气声咁就得啦，听到啦，搞掂。Let's go，Let's go，rock and roll， 开得波啦。咁啊，话说咧就今日有一单都比较大嘅新闻嘅，咁啊网上咧就流传有一段片段。咁咧佢又讲咩咧？网上流传有一段片段咧系。怀疑系发生喺寻晚嘅，咁咧就系、是、根据咧系 TVB 嘅香港早晨嘅节录片段嚟嘅一个新闻报道咁样啦。咁咧片段入边咧系讲述啲咩嘢嘅咧？就吓、啊、我咩啊？我再重申一次，呢以下嘅内容咧都系根据咧香港早晨嘅片段嚟讲嘅啫。戴定头盔嘅啦，已经要咁咧就系咁嘅。咁香港早晨呢段片有啲咩咧？就系佢咧就话昨日啊，应该系咩？应该系今朝啊，总之清晨凌晨啦，夜妈妈嘅时间咧，就见到咧有几个着制服嘅人啊，好似有七个着制服嘅人咧，就抬咗一个男人啦，去到一个暗黑嘅街角，暗黑嘅街角入边啦，咁样之后，然后咧就见到呢片咧，就好似嗰七个着制服嘅人咧，就对住该名男子咧，就怀疑系作出一个拳打脚踢嘅程序。咁咧，根据香港早晨片段就话，都有一段时间嘅呢、这个拳打脚踢嘅情况，咁有一段时间。咁消息就係咁样播出嚟啊！你可以上网揾到段片嘅，相信都唔难嘅。咁你自己判断啦，件事究竟係真定假嘅咧？咁样你又可以去上网自己睇下，用自己嘅眼睛吓、去睇下咁样。好嚟啦，开波啦，里面小心啊！呢、这个都有个爆炸头，都几出众啊！睇个样子都几 sharp 啊！呢队波衫系边队我都唔系好知道啊！咁啊，大致上就系咁样啦。咁啊，今日咧之后仲有几单新闻可以同大家讲下嘅，都有趣嘅。咁咧，话说咧就系、是、大家有冇听过一个药材啊？叫咩片仔癀？有冇听过？系一个中成药嚟嘅，就可能老一辈嘅人都会知啊。咩叫片仔癀？片仔癀咧，你好留意到嘅，佢其中一个标志咧，好深印象嘅，就系黄色嘅，鲜黄色。咁啊，嗰阵时我细个嗰阵时，我屋企都有几包呢啲咁嘅嘢。片仔癀点解个名啊好奇怪？我嗰阵时细个都已经问咩叫片仔癀嚟，一般嘅药嚟啊，咩丹啊，咩白凤丸啊，咩散，你睇嗰啲以前例如打机啊，睇小说啊，今日咩金仓药，通常都会有呢啲啊，咩丸。佢哋喇叭牌正路丸，咁你就会好容易了解到，哦，呢啲一睇就知系药嚟嘅。我冇撞上佢先。咁啊，今次咧，咁啊，呢个咩叫片仔癀？嗰阵时我细个好唔明啊，究竟咩为之片仔癀？咁你听落去就唔知道系咩。我到而家都未拍过一粒啊，我净系见到个包装，但我唔知道系一粒药丸，好似嗰啲老泥丸，黑色一嚿麦提沙咁样啊，定系点样嘅？
佢个骗仔讲系咩嘢医啲咩咧？主要就系咩医啲咩消炎成分嘅。总之就系好似正常嗰啲居家良药咁样啦，就俾你袋喺自己嗰个屋企入边嗰啲药柜，可能话肚屙啊、咩头晕身庆啊、发炎啊，咁少少感冒嗰啲就可以食。通常中药咧，你留意一下中成药好少就会话有一个。好明確话咩可以主治咩咩咩咩咩咁，通常就主治就一堆一炸嚟啦，保济丸咁，可能话咩屙呕肚痛啊，咩感冒不适，跟住咩咩咩，跟住咩通屋企应丸又咩 BB 肚屙咩呕奶消化不良系几样咁样夹包埋，咁你又好难话判断咧，就话系即系话即刻攞嚟主治啲咩药咩病症嘅。咁咧今日咧就有单新闻就系咁嘅，话说咧最近咪好西非国家好流行一个病症，就系嗰个伊波拉病毒啊蔓延到好犀利啊嘛。咁咧就中国咧就最近咧就大陆啊就唔知有份报纸就话咩标明就话咩发现咧有个医学报告就话咧骗仔讲咧系有机会咧就医好呢、这个伊波拉病毒嘅，佢话系特效药，佢话劲过即系佢话西方国家咧。佢话咩？而家都未有嘅伊波拉病毒咧，仲而家系未有一只药系话专系可以整死伊波拉病毒啊，冇嘅，即系唔会话好似咩阿司匹林啊，系咩专医咩咩咩抗生素啊，可以即刻100% KO 呢只病毒嘅。咁咧呢个骗仔讲咧，嗰、那个有个医疗报告就话咩？而家咧就话骗仔讲咧，佢话系可以咧啊，系一个医治到呢个伊波拉病毒嘅特效药。咁當然啦，呢單嘢一出嚟，成扎人有即刻質疑有冇可能啊？佢話鬼佬個個都想發，即係嗰啲鬼佬啲藥廠啊，即係個個都喉住話，哇！如果整到即刻研發到伊波拉特效藥，肯定個個都爭住買啦！呢個時刻肯定發大達。佢話呢個騙仔講，佢話會唔會咁勁咧？咁樣講，咁咧跟住有啲網友又喺度討論啦，就話好出過嚟，頂唔頂到啊？爭少少。咁一啲網友就喺度話：喂，咁你西藥醫唔好，唔俾中藥醫到啊！騙仔講醫到有咩咁出奇啊？佢係咁講，咁啊喺度互相嗰度爭辯啦、啊，就喺度你知嘅呢啲咁嘅嘢。咁咧就跟住咧，咁啊而家大陸咧就決定啦，騙仔講嘅藥商就話咩？我哋決定捐一系咩？唔知幾多百，通常都係一堆啊，可能話幾多萬包嘅騙仔講過去西非國家話俾你哋試。或者俾你醫啦，醫啊，俾啲藥物你哋用，咁你知嘅結果係點？西非國家同埋所有嘢決定咧，堅決咧就拒絕，話接受騙仔講啊！知唔知點解原因係咩？佢話因為咧，佢話騙仔講其中一個成分咧，佢話咩懷疑咧係含有呢個瀕臨絕種嘅動物或者唔知植物，佢話動植物佢冇講明，因為呢個係屬於嗰個藥方嘅秘方啊嘛，即係佢唔可以亂咁公開嚟話哦動物，咁佢話哦原來你係用咗咩咩咩動物嘅，咁佢可能就啲人會有個端倪，可能揾到你呢隻藥哦，原來係可能用咗打比喻啦，嚟瀕臨絕種西牛角，即係而家係禁止啊，唔准捕獵西牛。咁啊，哦，原來你呢個係用咗犀牛角嘅，咁就犯法咁樣，或者點點點會俾人知道嗰個藥方嘅秘密，所以佢就話懷疑係含有呢個瀕臨絕種嘅動植物，所以西非國家就堅決拒絕啦，就話唔得，我而家唔會受，就算話鬼知你醫到掉落去靚啊，佢醫到咧，我都一樣咧係唔會接受你嗰個捐助嘅，咁誒婉拒咗佢啦，咁而且咧就佢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就係話懷疑佢話成效咯，佢話咩嗰個有嗰個疑惑，究竟係咪真係可以醫到伊波拉病毒啊咁樣，咁咧就跟住咧就於是咧就咩騙仔講咧就話咩係即係今日報紙就繼續去做調查啦，就話咧有個醫藥報告嘅，佢話。辩仔讲嘅成分咧，有啲咩板蓝根啊，乜鬼嘢啊，之一大堆中草药啦。跟住佢就话主治咧就系咩热疹，即系类似系啲咩发烧啊。佢咩之前咧，佢话咩有一排咪好 hit 嗰个登革热噶嘛，有个登革热大家知啊，百蚊医蚊嗰个即系靠嗰啲蚊虫就传播嘅病毒，哇好混乱啊！咁啊，佢就话哦，登革热咧，佢话咩都可以医到嘅。佢当时就系话咩，骗仔讲佢
登發熱爆發初期咧，佢話咩有個輔助作用，雖然話咩唔可以完全根治，但係咧就有個輔助嘅作用嘅。佢就話咩其實係都即係對付呢啲傳染疾病啊、病毒系嘅嘢咧都好有幫助。咁啊，跟住有啲人就話跟住大陸啊好多網民繼續喺度串啊質。就話咩送都唔要啦，咩騙仔講啊，唔知點點點點點，但騙仔講以我所知歷史都好悠久，我就冇，我啊未食過，我啊答你唔到啲咩味。你話喇叭牌正路丸，我啊食過，我啊知道嘅，就苦喺度抽緊。我之前咪話咩蛀牙拍過嚟用啊，或者點點點。咁但係呢個騙仔講咧，我就唔知啊。跟住有啲人就話會唔會呢一個係廣告嚟㗎？即係呢個新聞特登爆出嚟就話哦咩騙仔講係神藥或者點點點，跟住就流放出嚟啊。登革熱啊，係啊，嗰陣時佢話係醫到登革熱啊，係啊，即係話輔助唔係話完全醫治，佢話係輔助對佢登革熱早期病症有個輔助嘅作用。咁其實你話輔助咧，咁啊好難講嘅，因為你話、哦、我食維他命丸，咁係咪都有個輔助咧？因為你個人嗰個健康咁啊有維他命 C 啊，或者點點點。咁啊，即係你个身体固本培元啊，咁梗係咩都有辅助啦。咁呢啲我之前呢讲开呢个食呢啲药呢，我之前就睇过有一段有个片段啊，以前有个韩国嘅节目嘅讲类似医药嘅。佢就话咩感冒，佢话感冒食啲咩药最好呢，佢话唔系食感冒药，佢话咩食维他命 C 啊最好。佢话如果你有人多维他命 C 呢就冇咁易感冒嘅。咁啊好似又真係真嘅，佢係有少少研究定點樣，佢就話我唔一定話下下真係要拍啲咩感冒丸嘅。咁當然啦，我唔係叫你話哦，你而家有感冒啦，你就去食維他命 C， 咁你又唔使睇醫生。佢就係話，如果你平時喂有機會啊，睇下點啊，起上個靚波啊，一嘢扯空佢睇下點啦，照得㗎啦呢下，哎呀靚波啊，各大俠呢下保重。又話咩輔助你中登革熱？咩辅助？咩辅助加速死亡？咁啊唔会，又唔会，咁应该唔会嘅。应该呢、這个即系佢都一段时间历史。如果佢真系冇疗效，我相信佢都挨唔到咁耐嘅。即系一个药品，即系例如你卖假药嘅话，点可以挨到即系咁耐咧？通常佢系百年好自由。虽然我啊呢、這个戴定头盔先，因为我就唔係對呢啲藥成藥啊嗰啲成分啊咁了解，但係我斷估啊，我去買咁耐就應該唔會話話係害或者點開藥檢㗎嘛，又唔會話哇原來食完係反而仲大鑊嘅，係嘛？好嚟啦，同大家想再吸落去仲有喎、啊，困下困下一夜省落去，可惜啊龍門啊撲出啊，好再俾落去。哎呀，穴位啊！食九九正气丹或者咩引丝剂，黐线引丝剂补血啊！寻日咪食过啦，一饮个咩引丝剂补血补到满晒，有咩引蚊剂黐线，食啲咩？你知咩蚊系靠咩嚟？即系嗱，点解有啲人惹蚊啲咧？经过几个即系啲科学研究咧，有好多众说纷纭啊！你讲开引蚊呢样嘢，有啲人咧就。民間咧通常就咩食得肉多，咩啲血甜啲，佢聲稱嘅。通常啲人啊，點解我好惹蚊㗎？啲女仔話咩？點解會咁講？就咩？因為我啲血成日咩血甜啲話點樣？咁你通常你都好奇怪，咁你點知道你啲血係甜啊？係咪你吉出嚟舐啊？跟住定係血糖高啲啊？或者點咧？咁就通常呢就因為啲蚊你會覺得奇怪，佢點會聞到或者點樣啊，即係點會知道你啲血係特別甜呢？咁好似有個科學啲嘢就話係計體溫嘅，佢話咩如果你體溫高啲呢就容易吸引到蚊嘅，即係例如你做運動，所以啲人點解話咩大汗啊、野蚊啊、咩汗味啊，就唔係話你因為啲人成日話咩你臭邊崩唔沖涼咁就有蚊咬。咁其實係因為你流汗，即係通常我覺得係咁啦，就係你流汗，咁自然身體個體温高啲咧，啲蚊就自然會咬你多啲嘅。跟住同埋著唔知咩色衫咯，佢話咩白色衫好似
浅色衫啊，定深色衫系唔知会冇咁易引到蚊嘅。佢话咩？又系因为蚊嘅视力定点样系会睇到呢只颜色噶嘛？系嘛？体温高咯，多数啲人就科学啲，就系话体温高就唔系话咩食肉多。之前就有啲人话咩你食肉多啲血酸性含量高啲，咁就会有嗰、那个吓、啊、容易啲嘅惹到蚊嘅。好嚟啦。跟住有啲人就咩查，我都唔係好查蚊爬水，我本人都係冇咩唔係太易惹到蚊。我记得呢，我去中东留学嗰陣时呢，跟住嗰陣时有个同房嘅。嗰陣时我又冇，一开头呢大家都唔查蚊爬水，有啲蚊正咬佢，我係乜事都冇。我瞓觉嗰陣时就我一开头头嗰几日我都驚啲蚊会唔会特别毒啲呀，即係我着住风褛嗰啲瞓长袖长裤喺度瞓呀，即係好嚟啦。跟住呢就专咬佢呀，我同房都係照样就算着长衫长袖都係照咬佢。即係后来我同房好古呀，佢就偷偷你查咩蚊怕水定乜鬼嘢，即係啲蚊就唔够胆埋佢身，即係就专啄我。即係就跟住你会听到，我真係会俾蚊嘈醒，细个我都唔会俾蚊嘈醒，但係嗰度啲蚊唔知咪特别嘈，之后就真係俾佢嗡嗡嗡跟住嘈醒。好嚟啦，黑色吸熱就会体温高，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呢、這个，所以点解啲人话咩着黑色衫咪会易啲惹蚊。我俾到落去啦。哎呀可惜㗎，俾人清咗啊。有人话嗰啲叫有啲叫蒙，佢话仲大镬嘅蒙咧，就好似系细细只黑色，好似虱咁嘅嘢啦，跳下跳下嗰啲嘛，又系噶识飞嘅，弹下弹下咁样嘅，咁又系吸血。我细个去公园咧，好鬼多呢啲嘢，唔知点解，即系公园唔系多蚊啊，反而系多呢啲蒙啊，就啲人话就喺啲植物啊定咩嗰度生出嚟啊，哇嗰啲咧仲针，即系点讲？细细只，但系吸血啊，痕咧仲痕过蚊咬，又系好难顶。屋企又好似少啲蒙咯，你话去街啊、郊外啊嗰啲诶，好鬼多。证明我啲血有问题，可能我体质唔好。你只系我睇，由于我体质唔好，所以啲蚊唔咬我或者点样啊，都有咁嘅可能嘅。我唔知啊。好，俾到落嚟啦。之前都有啲人讲话咩型血可能会易啲野蚊啊嘛，咩 O 型或者咩 A 型血特别靓啊，呢下真系好通透，可惜啊，冇办法射到啊，拉屎一脚，蒙啊，好乞人憎啊，系啊，我都觉得好乞人憎啊，仲衰过蚊啊，而且嗰啲跳下跳下嗰啲咧，你嗰通常唔止一只嚟话。你蚊呢通常咬吸緊，你可能同一時間你身體上通常唔會話多過兩隻蚊嘅蒙啊，可以十幾廿隻咁喺度身體角落一齊跳埋咬你。而家諗起我而家都成身痕，一講起啲蒙已經即刻痕到黐線。你哋有冇嘅呢種感覺啊？而家即刻幻想嘅，而家想係咁拍自己手腳腳啊嗰啲咁樣啊！通常啲人话咩痕咩喺度攞个指甲咩戒个井字咩米字嗰啲，啲系呃自己嘅，即系攞啲痛楚咁样戒落去，咁你又会分散自己注意力。啲人哦戒个井字落去就唔痕噶啦，啊同嗰啲咩心静自然凉嗰啲又系，即系嗰啲自我催眠咯。我唔痕，我唔痕，我唔痕，我唔痕。你下次咁样我唔需要。佢话何苦要戒落去呢？佢咁样仲痛，你就心入边勿念。老吓，而家一啲都唔痕，好舒服，跳咗入冰薄荷水入边咁冰凉啊！一路念，一定系我唔痕，我唔痕，我唔痕。老子什么蒙也不怕。好嚟啦，什么伤啊，郭大侠？好，唔紧要，出埋嚟，可惜啊！有话未见过蒙啊，你去公园坐下咯，夏天嘅时候包你有啊，啊露个毛腿出嚟，着短裤坐喺嗰啲植物，通常隔篱有啲石膊定咩，你坐喺嗰度啊，啊公园嗰度，哇呢、這个人个嘴系咩事？有冇见到嗰、那个人中咁长嘅嗰、那个吓、啊、球员？有冇 replay 睇翻嗰个喂？嗰、那个系几号球员啊？好想知。
黐线喎！啱啱嗰个球员系唔知吓、啊，电脑 van 出嚟嗰啲人物个人中啊长到爆咋？有人话。